好在请到是阿婶塞的第七代传人陈世宝，也是云林县台湾武术功夫协会的理事长陈老师。各位贵宾好，大家好。所以说大家都听到阿婶塞阿妈个功夫真厉害，到底有多厉害？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这个第七代的传人，这个陈先生来到现场哈。但是大家想讲，凭什么你是阿婶塞的家孙，还是到底凭什么你可以被称为第七代的传人？阿先生吼，因为阿先生伊本身吼，我们就讲起吼，伊这個金门棍，这个金门棍吼，大陆现在没有吼这个拳法吼，这个唯有台湾才有。大陆没有这个，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吼，因为哦，为什么那个鹰本身是三爪，是四爪哦，啊，所以那北派的鹰爪，它是它是一只三角鹰。啊，咱这是五角，你人是五角，所以叫五角金门棍。啊，咱这边呢吼，这个鹰就是。你讲大陆的架钢鹰三爪，哎，三角鹰吼。咱台湾已经变为人形。五角鹰对人，人在五角做五角。啊，你有看三爪车兵过无？啊？你有看三爪车兵过无？唔捌啦，咱这无一款，因为吼，咱这个，咱这个七砍哦，因为它是以前哦那个以前拢是土甲厝嘛，啊，所以哦那土甲厝是惊水吼，所以那个。地高起来叫做坎，那才能部落聚集，所以房子都要盖在那上面呢。那多七个部落哦，那联谊哦，啊，就是要大家哦所望相助哦。啊，以前的人大家拢爱练拳哦，你若无练拳，你就无法度种植吼，因为你无法度，因为西里大桥吼，以前迄个无保护，所以呐，他泛滥的时候哦，哎，阮兜的水牛走去恁兜，我要安那牵转来。哎，就是爱有介绍我来看。煮水了水 K 吗？哎，对，了水 K 泛滥，他每年都会泛滥。水库都无去啊！水库到去领导，我们要看等来。我就是爱练功夫，爱练功夫，爱练功夫嘛。啊，唔走我就去看人水库。你若拢无练武术哦，你根本无得种植。你怎么知道那是你家的牛？你不能现在武术走到哪都说这是你家的。爱用弯刀，爱对这个用啊，这弯刀又无你找人来看。啊，你有功夫啊，啊那你若无功夫，你根本牛看袂等啊。你若无功夫，恁兜拢无牛啦，啊！恁拢无，人拢叫抢到了，唔是加牛尔，含蚕嘛叫抢去，所以大家拢阿公大家爱练。嗯，因为主要因为说他是每年都患难吼，那个左水溪每年都会患难，啊，所以这就是咱西地七坎真爱功夫会较好安尼。台湾在地出来的对啊。因为阮遐老师傅吼，那讲话咱这群安怎传的，伊拢比观音边一只鸟啊，迄个金鹰。一只就是金鹰，我一只就金鹰。啊，所以这个群因为下回因的师傅都周董。因师傅嘛是连接啊，阿前一直一千年、一千年前的人哦，下回啊阿前才是200年，伊也都讲八年哦，拄啊来西地安尼。请问为什么你是第七代传人？因为哦，因第七代传人哦，我讲迄唔是我讲的，我拢袂安尼讲吼，因为阿前才传足侪人的，啊伊的徒弟嘛传足侪人的，迄是华师哦，甲我封的，啊过来民师嘛甲我封的，伊自己甲封的，我唔是我拢绝对我袂讲我是第七代传人，从我这福哥大教遐一学生，哦即嘛教几啊千人，无一个是我的。传人，大家嘛是我的学生。哦，你如果读好辅科大的话，你读大学，你读台大，你不可能出去做我做台大的传人，那个是错误的。所以你就是看伊同款，拢是西罗七坎的兄弟。对，阿怪讲哦，因为拢是阿神西的精英拳。因为如果算起来哈，算一算，我也不晓得他们为什么会算那么准。因为我对阮爸爸、阮阿公算起来，有影是哪是第七代。你这样讲，把第七代了，对吧？第七代，因为哦，蔡秋芳，你起码最近有参加擂台赛。因为蔡秋芳就是含阮阿公因迄个时间共辈，啊，蔡秋芳是第四代，啊，蔡秋芳的阿阿徒弟都滚头长，迄个阮庄的人，啊，白阿英，迄嘛是讲蔡秋芳上好的徒弟，啊，迄含阮阿公因是共辈，啊，阮阿公过阮爸过来就我，按着第七代。啊，你起码叫第七代，大家就感觉讲，哦，啊，你就是一个偷人啊，对不对？有人跟你下战帖挑战无？无啦，阮这哦，因为哦，我来讲哦。人家讲太极拳的有三亿人口在练呐，啊，阮这拢无人练呢，我得教15年，才教几十个人呢，我够可怜的，教咩练呢？因大家拢唔知好，啊，其实我们这个功夫非常好，因为为什么？啊，你连台北有开班授课无？还是拢练西？我逐天拢在教拳，我是啊足可怜的，我就逐天在教拳呐。我逐天咧教拳，为着这个文化吼，我抛弃所有一切，拢咧教拳安尼，完全咧教拳，啊，拢无人啊，这都练无人啊，用到今嘛吼，啊，小可有一个名目，啊，即咱咧练这拳非常好，因为你咧少年这阵都爱踢筋，踢筋就你的胸腺练起来，所以你的抵抗力足强的，你那个免疫细胞，我们免疫细胞叫做 T 细胞嘛，啊 ，T 细胞里面有5% 叫做杀手细胞，但是完全在对付癌症，在修补癌细胞的。等一下，观众朋友就可以看到哈，我们陈师傅呢。打拳都打到这边，等于是你平常家
你家拢做者气节嘛、嗯？啊，你来讲淋巴熊容易气节，一家大家拢很疏通啊。啊，我最近也是在练气哈，手这样子，我这样搞个十分钟，我真的隔天就痛了。还有我师傅打完一套拳，还虎虎生风。那个主持人，这个很厉害。这个主持人一下。我们那个胸腺呢，完全 T 细胞在胸腺成长，其他都没有。但是50岁以后，胸腺就变成脂肪，没有作用。所以我们要练淋巴结，完全要练淋巴结才能练到 T 细胞，才能练到免疫系统。所以我们50岁免疫系统急速下降。所以以前的人，温侯少将寿命49岁啊，平均寿命49岁啊，连工会拢800多岁。实际上哦，以前的遐拳头使进来，这工接骨的啊，拢无工收钱。因为阮迄阵，阮阿伯，阮就是阮的师傅，都听天，一听天，伊咧工接骨拢唔免钱。啊，你教拳嘛拢免钱，啊免钱就是安怎？就是讲啊，有的师傅啊，较有礼，阮学生哦，较在礼貌，会讲就是寒米啦，几刀米互伊安尼。啊，你人啊去互接骨哦，接的完全拢免钱。啊，有的人较好礼，就寒米互伊，有的嘛无。啊，所以连迄阵的拢完全服务的吼，这师傅是真正的师傅是安尼哦。啊，迄拢已经商业化。这是西罗的气魄就对了。对，完全拢唔免钱的啊。啊，所以阮迄个听天这个师傅吼，因为伊当阵我囡仔吼。伊当囡仔，伊就跟阮阿叔哦，啊，我囡仔，我就问讲，啊，阮这个功夫对多来，伊就比观音差啦，讲咱这就是观音的拳法，啊，所以这是观音边在叫做阿贤师，因为我们都叫做金鹰拳，我这观音边在叫。真的，那个游览车加个队。阿妈的被个对，那个是商业行为，那个是那个江湖卖膏药安尼，那个江湖卖膏药，迄唔是咱真正的拳头师，咱拳头师绝对无敢收钱的。啊，所以吼，阮那老师傅，阮老师傅就是安尼讲吼，讲话，咱有钱吼，做唔得，拢爱甲查某来抱卡。我做唔得，拢爱甲查某抱卡，你知无？真正是安尼。所以我头啊，我囡仔迄阵爱耍哦，手嘛拢断，拢用迄个拢断几下遍。爱撸狗撸用，撸狗用，怕等秋裤等都用。你现身说法的对啊，我老怕等秋裤等都用。好，我们台湾人如果说喜欢听侠义故事的话呢，阿神塞非常的耳熟能详。但是阿神塞熊厉害，干呼到底是虾米，恐怕知道的人就不是很多了。我们现在就要请这个阿神塞第七代的传人陈世宝先来表演阿神塞的双刀兵刃有多厉害。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你来可以双刀，你不是说右撇子只会用右手，等于说两手都要练嘛。运刀的时候要那个全神贯注，哦，别人这个随便讲话可能会岔了气。耶！接下来是死棍、短棍嘛，因为哦，我唔敢打双刀啊。一般吼足恐怖，你当吼你坐车吼，人会惊啊。所以手硬起来就一边去。所以你骑到万一人家你盘查你就吃害啊，即马大家注意。因为吼，你知人有人要来甲我抬啊，你等一下，我用枪刀甲你抬。没护住啊！手硬起来就是士兵去啦。对。哦，同感款有无？来。虎虎生风哎哈！你看到那里讲千滚归一路，平平无法的，都其实都一样，完全一样，就地取材啊！那圆珠笔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一样可以啊，对，当然可以啊，那个比那家，对公，你手捏起来就是差了，打的，一样的，意思是一样的，对，对不？他打过来一拳，啵一下，我感觉你这叫做水呢。啊，就困难就是啊。那两只手要练到一样，溃烂的真困难了吧？对啦。啊，后来，所以他都在熊男的，是不是？这就是。唔是啦，阿健在金鹰拳，我拍蝶仔拳。好，哇，掌声鼓励。来，去，再拍。哇，这个笑脸嘛，做出来呢。哎、欸，这个力道完全就是跟那个。八极拳不一样哈、哦，这个是外刚，对不对？看起来很有劲道。好，这是硬功哟。嗯，这是硬功服。如果你被他打到的话，是整个人飞出去，全部都臭，而且会很臭，是完全不用力量。嗯，我们讲错了。哎，完全臭。我们看你这样虎虎生风。因为我们人哦，就是胸腺，年轻的时候要练胸腺，那个免疫系统。
才会好。有啊，我感觉你手泡到这有病。啊，多这胸肩那点啊，做少年人个点，一定足健康的。哦，我才会胸肩变粗啊。哦，所以多一点，八道。哇，爱练八道。哦，今晚练八道啊？嘿啦，啊怎么呢？他、啊、为什么要抖上去？哎，淋巴唔在，免疫系统啊唔在好。哇，淋巴哦，哇，对，我们免疫系统是 T 细胞、杀手细胞，那个是要专门找癌细胞。请问师傅，你现在手有没有脱臼过？没、啊、有啦。哇，哦，这个很累。这个厉害哦，这个很厉害，完全不用力量，很舒服。我觉得老师的背部，你看那边背部有干嘛？好像老鹰展翅，因为老鹰展翅的酷帅有出来，对不对？好，谢谢老师。好，谢谢，谢谢。他如果触我，对不对？他触我，我们不能这样，那我们这样触我，那个你不能那个就撞进去，撞啊！所以你们这一招怎样了？再换掉，对。哎，喝咖啡。刚刚我已经换哦，这心做等位，切位。哦，好咖啡。我比赛用意啦，这么爱护你。嘿，你的这滚就是安尼。我那呢，嘿，你要把它护住那个，它那个刀它要放拢那个，而且刀是动态的，它用过来，我不能去它抓啊，对啊，那个动态你抓不住了，哎呀，它斜的，我的死去啊。所以那个是动态的，所以它出过来，我得砍位，这里面这好掉，这无对。哦，哦。对吧？啊，这样等位，我切位。师傅，你好，这都是很切的，你过来呀。好，这都是爱呢，你别再去抓，你那个是动很动态，它是很危险的。你如果哈，你抓100次，输掉一次，你死了。哦，所以这个都，我们基本上我们都不做。他劈我，你看他劈我，我跪。哎，哎呦。就是掉到滚，所以你要步伐要进去，那个就进手进足膝进身，左脚骑到好，那个才有功力，人什么人都挡不住。不过你这个弱女子，弱女子怎么进去？没有办法，你只能这样。啊，进去对攻，我手一定要进去控住他的手，要控住他呢，他呢你给我控住，他都没有办法数到。就我这边把它控住了，它没有办法用；这边控住了，它没有办法用。所以你不用怕，它砰的。师傅饶命！那头壳啪，我脆掉的，像死龟嘞。啊，这个滚哦，我们这个拳是不用力量，完全不用力量，越不用力量越有力量，所以越老越厉害。所以叫才叫功夫，功夫随之间成长了。所以你人越老越厉害。因为我们不用肌肉，因为肌肉40岁就开始衰退，你用肌肉就运动伤害，是，就是我们武术说外，以前我们人叫做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好，谢谢老师。